进入反案，王少伟惨遭对象封锁。你为什么有一任女友都一直不跟他发生关系，一直在聊天？因为我现在的我就是真假的帅哥，好酷、啊。没有，我就是想说，真的给彼此认识的时间不要那么快。大家都几岁了，哪有时间耗啊？后来我真的改变态度啊，我在第四次说我们去看电影好不好？我就打电话都没有人。就在今晚11点，《麻辣天后传》准时上朝。